到人的昆虫教室，今天这一期的影片呢，我们抓到了一只金花虫，也不能算是抓到，它是突然飞到我的裤子上的。当时我也有点惊慌失措哦。哇，来爬到我手上吧。哎，有点怕生，一直爬上来，下手。它外观长得很像瓢虫，但是它们其实并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除了它们的颜色以外，哎，飞走了。除了它们的颜色以外呢，还有它们的翅膀也有很大的差异性。好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